各局处首长、新闻媒体、先生、女士、本会同仁，大家好。今天是5月9日，星期二。议程为永福国小、进学国小、成功国小及成功国中等校舍整并，影响学生受教权专案报告。相关报告资料已放置各议员桌上，请参阅。一、首先请教育局长、文化局长、交通局长就本案进行专案报告后，再请各同仁按灯发言。现在请教育局陈局长至报告台做专业报告。局长，上次蔡玉辉议员所要的这些资料，那时候有承诺说一星期。好了，我们先暂停。来，我们休息10分钟。
来，本席先做一个裁示。局长、教育局长、陈局长，就依我们上次已经有讲过裁示过的各国中小、高中替代役地点所住的地点，然后住所的面积及设备，然后照片，你说要两天后才可以把全部资料准备齐全吗？来，麦克风给局长。跟主席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我们定期有要求学校要回报他的那个检核表，好，那我们把检核表这个部分呢提供给议会。好，那我们就星期五以前。来，给蔡委员。你听好哦，伊嘛是跟你比哦，陈林正，你听看看哦，当初大会特除了这一席。高中、国中、国小替代役住的环境，交住的面积有什么设备？照片，伊即马嘛是个讲检核表、哦，够有啥物交啥物哦。诶，主席，安尼我看嘛是个要抄头电话表哦。你拢怪我，把议会的决议当作好像马耳东风。伊即马去讲嘛是大家咧讲是检核表哦，主席，你才是诶真该。小组工作报告决议交进共，可不敢管哦。伊即摆个是硬跟你辱啊哦，跟你耍流氓哦，跟你耍恶德哦，耍无赖哦。咱讲的是替代大所在附相片，有啥物所设备哦？伊即摆是讲检核表、哦，你看看哦。安尼是我要上去还是你挂机的？交你已经挂过一届啊。小组连耍已经两档啊哦，个大会我起来讲哦，伊嘛是跟你耍流氓起长哦。你敢想安那这样可以不可以？伊嘛是咧讲，搁咧讲检核表、哦。好，来给黄玉峰议员声音。我想跟主席建议一下了哈，那个可能高中的部分哈，就提供检那个什么叫什么检核表。检图表、哦嗯。那如果是国中，因为我们都有督学嘛，哈、哦，哎啊，所以迄、那个国中的部分吼，就是请伊提供教咱大会的决议安尼啦，就是有相片啦，一段的所在相片安尼。那高中的部分可能就是吼，高中的部分就是检核表来就好，因为遐咱无督核啊。啊，国中的部分咱有督核，安尼这个部分应该安尼较好处理吧。诶，国中国小的部分吼，咱家己有督核啊，吼，安尼就是教育的要求安尼。我感觉安尼可能较圆满啦，哈。来，王家珍议员，那个。我想我们作为国民党团这边是不是麻烦我们的局长再一次的跟我们确认能不能够在洪玉凤议员他的这个高中部分照检核表，那国中小部分就麻烦局里确实回报给我们。那当然如果局长这边有一些所谓这个来不及的困难度，我们也麻烦局长能够讲明白说清楚，还要几个工作天可以交给本会，能不能麻烦主席裁示一下哈？那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议程，这样。好，感谢。来，局长，那我们好，就本会裁示，高中的部分就用检疫表的方式。那个跟主席报告，因为高中现在不是我们管辖。所以我们那你至少你国中小，我们有督学。高中的部分只有四所完中是我们管辖，所以高中部分我们没有。好了，那我们就依国中小的部分。好，因为那一天督学土城高中那种完全国对。所以我刚才有说我们四所完中啊。好来。好，来四所我们完全中学的都用检疫表，那其他国中小，好，我们就请局长，好，你委托这些督学，好处理，依照地点、住所面积、设备还有照片，好，在这个星期以前，好送到本会。好，来，我们请教育局长，好，到报告台报告。各位议员，主席哈，各位议员先进，大家早。有关于我们今天这个专案报告是指永福国小、进学国小、成功国小、成功国中，校舍
整并影响学生受教权的报告。那今天的报告内容里面呢，其实有来自于文化局跟交通局的资料。那我先简要跟大家做个报告之后呢，再请交通局跟文化局呢这个补充。好，第一个部分呢是永福国小要新建地下停车场的这个部分啊。那目前呢，永福国小呢有38个班哈，有600个学生。那它的校地面积呢是1.034公顷，目前的教室的间数呢是70间哈。那下面呢，交通局给我们的资料呢是它评估的，整个这个停车场呢基地的面积大概是3150平方公尺哈。那大概是新建地下2层，啊，大概200席左右的停车位，所需要的经费呢，大概是2亿，哈，啊。那预估的期程是108到110年，哈，啊。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有关于这个成功国小哈，因应赤坎文化园区哈，啊，所要做的这个师生的安置的方案哈，啊。那首先呢，跟大家简要报告一下这个赤坎文化园区的这个工程的内容跟进度哈，那这方面的资料呢是由文化局呢提供给我们的哈，就是基地面积是24000平方公尺哈，那规模呢是地上3层，地下2层哈，那目前呢，设计建造厂商呢是轴组联合事务师，建筑师事务所哈，那么工程的经费大概是7.96亿。好，预计的这个工期呢，大概是2年6个月，好，这样的一个期间哈。那目前所规划的呢，大概是在今年的12月，工程会上网招标哈。那后面呢是这个附的文化园区的图哈。那这个部分如果需要详细说明的话呢，再请这个叶局长呢说明哈。好。那目前呢，在这个赤坎文化园区的成功国小哈，它目前有18个班哈，那另外也有幼儿园的部分，总共学生数呢是国小加幼儿园是355人哈。那当然我们在评估整个成功国小的安置的过程呢，我们是以这个保障学生的受教权哈为优先考量，那当然我们也会跟成功国中的家长呢做充分的沟通啊哈，希望说在整个这个地点的配置上面呢能够比较完善一点哈，所以我们提出了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是在附近的这个学校，那我们是盘点了成功国小2公里内的这个学校哈，那可以来安置他成功国小的这个师生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呢，之前也有这个先进呢建议到说，是不是在我们还没有开辟的这个机关用地呢，来做这个考量哈。好，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成功国中的这个整并案。成功国中的这个整并案呢，其实它目前哦的这个班级数呢是5班哈，学生的人数呢是106人哈。那在我们的资料上呢有附哈，95到106学年度哈，整个学生数跟班级数的这个趋势的这个图哈。那其实它106学年度是照常招生的哈，那么目前呢新生报到呢是有48人哈，那预估呢我们是国中30人一班哈，所以呢它可以编成2班哈。那另外呢就是在成功国中哈未来的这个发展哈，我想各位议员先进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从大概98年起，我现在搜寻到的相关资料，就是从98学年度开始呢，其实就有陆陆续续有提到说，好，成功国中跟延平国中，因为他们两个校舍的距离非常的近哈，所以呢，是不是呢要进行这个合并哈，或者是这个成功国中的学生呢转衔到延平国中来哈，那。当然我们106学年度持续让学校呢来招生，也是希望说透过呢这个学校的特色发展哈，可以吸引更多这个学区的学生呢可以留在成功国中哈来就读哈，因为根据我们这几年的资料哈，就是呢成功国中呢在他学区之内，因为他的学区跟其他的
学校并没有重叠哈。那但是呢，他学区的学生就读成功国中的比例呢，大概三成哈，左右哈。那所以呢，显然就是他的学生其实有外流的这个情形。因此呢，我们也再次的哈，跟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还有家长会哈，这边也有沟通，就是说我们希望学校是发展出特色来，然后呢来做这个吸引呢我们当地的学生能够就近的入学哈。那目前呢，教育部在今年的1月9号呢，有订一个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合并或停办准则哈。那这个资料里面呢，它有要求哈，各县市政府呢依照这个准则呢来这个订呢我们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合并或停办的这个办法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教育局呢也在草拟当中哈。那当然，如果呢这个学校要合并或者是停办，它都必须要经过相关的这个行政程序呢，来完成哈，不可能呢贸然的来实施哈。那这是我们今天呢简要的报告。那待会儿呢看是不是有需要哈，请交通局或者是文化局呢再来报告哈。那刚才非常谢谢主席跟各位议员的协助啊哈。但是我对于这个暴力相向的情形呢，其实我非常遗憾会有这样的这个现象产生。好，谢谢。好，接着请文化局局长至报告台。没有啦，我们统一报告结束的时候，我们再统一发言，好不好？好，好，来，我们先休息5分钟。
我们接着请文化局叶局长至报告台做专业报告。跟议员报告，我的资料已经跟那个教育局的部分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因为今天的报告里面主要是有关学生受教权的一个专案报告，那我只是针对赤坎文化园区的部分啊，来跟各位议员先进来简单报告一下目前的一个状况哦。那有关赤坎文化园区，它目前整个园区的范围大概就是用民族路、赤坎街、赤坎东街跟成功路这一个方块作为整个赤坎文化园区的主要的范围。那目前是希望把赤坎楼跟成功国小把它结合在一起，有一点就是像孔庙跟忠义国小这样子的一个整合，所以里面有教育的空间，有历史文化的空间。那我想这个也是台南市这个城市上非常特别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纹理跟环境哦。那在整个赤坎文化园区里面，因为涉及到国定古迹的部分，还有我们目前已经很明确的发现到的所谓线索，清朝时期的线索，它的范围大概就是在整个成功国小目前的操场这个区域。那有议员在关切的部分就是说，有关整个计划在执行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到这些所谓的文化资产。那我也跟各位议员先进报告，在整个校园里面的东侧，它已经是三层楼，还有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一个新栋的建筑，所以我们目前整个改建的位置也是依照目前已经新建的位置去做改建而已，所以不会因为说下挖之后还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遗构的问题存在。所以我想在今天的大会当中特别要跟各位议员先进来报告的主要是这一个部分。那就图上的这一张图，各位可以看到我所谓的赤坎东街的方向大概就是那个红屋顶的部分哦，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所谓的文化资产的部分。另外要跟各位议员先进报告一下，就是再麻烦下一张，这一张主要是要的意向图，就是未来这一条路是永福路，那我们会把目前的围墙把它打开，因为围墙本身就不是古迹本体，那是后来才建的啊。我头前这条啦，头前这条吼，安尼吼，所以未来整个永福路、民族路跟赤坎楼，这个整个就形出一个好像是非常大的历史文化的广场，就没有围墙，因为它本身就是后来才加建的。有很多老地图告诉我们，过去赤坎楼头前是有挂上有一些市场市集的那种搭设，所以这个是后来才把它微缩起来的哦。下一页，那这个部分各位看到应该会有一些想象，就是什么？就是罗浮宫贝聿铭的那个金字塔的下层广场。那这个地方过去因为也是有建筑体的，所以我们目前在思考，就是说这个地方要不要把它做成下层广场，然后变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博物馆，赤坎楼的一个博物馆，让整个动线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引导。那我们在去年有针对普罗民遮城的一个所谓的视觉计划，我们发现了普罗民遮城，就是说恰看到竟是起于普罗民遮城的城基的上面，所以我们也发现到那个普罗民遮城的一个墙基。所以未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下层广场，不仅是我们有一个赤坎楼的博物馆，很多的这些酒杯啦、酒壁啦、一些石碑啦，包括乾隆的御碑，这些东西就可以移到我们的博物馆里面做更好的一个典藏跟展示哦。那也可以顺着这一个范围，我们可以看到普罗民遮城的一个墙基。我想透过一个整体的改造哦，这样子才有意义啦哦。所以我想今天在大会上简单的针对赤坎文化园区有关文化资产这个部分跟各位议员先进啊做简单的一个报告，还请各位议员先进来指教支持，谢谢。
们接着请交通局局长执报告台做专案报告。好，主席各位议员啊，大家早啊。大概交通局的资料在第四页里面啊，我们大概主要是针对呢，希望能够在永福国小啊，它的操场呢啊，能够新建一个地下停车场啊。那目前呢那个永福国小呢也在启动呢它整个校舍的一个改建工程。那目前我们这个计划呢大概是我们纳在我们这个前瞻基础建设里面的一个城乡风貌的一个建设里面就是要跟中央呢准备来争取预算那这一部分呢大概我们是以地下二层停车场大概可以建置200席的停车位那总经费大概是2亿那这一部分因为目前还在争取经费的一个规划阶段那是不是希望能够先获得议会这边的一个支持虽然这学校停车场很多的家长或者认为说哎这可能会破坏学校或者一个师生的一个活动事实上跟各位议员报告停车场的新建过程大概是我们是希望能够越快的大概一年多一点而已啦那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有一点影响学生的一个活动但是如果完成以后呢它可以还给学校呢一个全新的一个操场这部分呢是在我们的停车场工程里面呢都是这样子处理是因为我们台南呢这个地下停车场呢事实上比较少了除了海岸路跟以前的公司就现在的盖美术馆的以外呢那我们是希望因为在中西区跟我们这个蛋黄区这边呢事实上呢能够找到的空地呢太少了那有的都是很零星的几块就能够呢能够新建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呢我们是希望说呢能够来启动这个那个停车场一个新建所以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做停车 number one 那就是 number one 就是10000个停车位了我们希望说呢在这个4-5年之间呢能够在台南市呢能够增加10000个停车位所以我们也相对会启动呢奖助民间的一个新建停车场那原来的补助办法呢因为那个补助平面大概3000块那立体只有30000块这个太少了所以我们这上次陈议员也有咨询说你一年都来才增加了100多个对不对那这样太少了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奖励呢再提高所以呢希望能够那个立体的部分呢能够提高到50%也就是说呢你盖的停车场的成本呢我们呢那个市政府呢可以给你补助但是我们自己也要自己那个去争取去新建所以呢我们才呢希望在这个中西区这边其实让大家了解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地方了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学校操场来新建一个地下停车场以上简单报告谢谢好感谢三位局长那我们现在请议员按灯来，我们先征求我们现场议员同意。原本我们发言时间是5分钟，我们现在改为10分钟，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来，我们先请王家珍议员发言。我先请教一下教育局哈，这个所以会有这一次的专案报告，是因为国民党团看到了成功国小可能迁移到他所学校，他所学校家长在一个消息不明确的情形之下，非常惶恐不安，引起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啊。所以呢，我这边先要请教一下局长啊，针对成功国小因应在整个赤坎文化园区里面，他务必就是说他确定啊，会有好几年学生一定要迁移到他校的一个状况。目前有没有一个比较沟通良好而且已经获致了相关学校的一个同意，有没有这样子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有成效？是，谢谢王议员就是有关于成功国小安置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从文化局的这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学校需要先暂时安置到他校或他处的这个时间大概是107学年度，就是明年的8月，明年的8月之后一直到110年的7月大概是这段时间呐那因为时间也算是就是有2-3年的时间。好，所以我们也非常神圣的在做评估。那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呢是有
找就是学校附近两公里的校舍哈，我们都现在在做现刊，就是一一的到学校去做现刊跟盘点哈，然后以及呢也要来了解一下说到底学生如果安置过去的话，哪一些设施哈是需要再做一些调配或者是改善的哈，所以我们目前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哈。那我们也会像刚才议员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我们持续的会跟校方哈以及家长哈双方面的家长哈，就成功国小跟另外那个安置学校的这个家长做充分的沟通。好，希望说我们是在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呢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安心的来就学，不要让他觉得好像他是外来的被排斥。对，局长，因为因应一些必要的让台南更永续发展的建设，势必在工程期间会影响一些相关的所谓当地的住家也罢，是邻里也罢嘛，这是难免的，对不对？但是现代人，我想我们最在乎的是不是把我们当作第一线，就要做交换，最容易就被人家拿去交换的一个物件。这是进学国小家长他们感觉起来好像就要把我们拿出去了，也没有跟我们做一些商量，没有做一些征询，而且重点在于说，我们听到的讯息是说，进学国小的闲置空间，所谓的教室空间，是不足以容纳成功国小师生过来的。那当然，因为你们最了解教育第一线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得到的讯息不足以容纳成功国小过来所有师生他的安顿啊各方面，而且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情之常了。家长们当初选择进学国小或者选择哪一所学校，他们一定有一个就环境、就师资、就交通各方面的一个考量。那今天外校当然这都是我们自己台南乡亲，可是进来之后哈，不管他是进哪一所学校，事实上呢都会产生因人数增加资源不够用了的一个恐慌、一个疑虑。所以我要要求教育局，进学国小这一边他们的闲置空间教室如果确实不够啊，数据过去你拿到的数据和真实的数据有差的话，你们应该要审慎的做考虑啊。我们不是说进学国小之外其他学校就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你们在找任何学校之前都应该掌握最真实的讯息，把它沟通好啊。现代人国与国之间、人员之间，我们缺的是沟通良好的一个管道，大家都各有定见，会产生很多误会。所以我要麻烦局长回应我哈，是不是刚刚我所跟您请教的进学国小的闲置教室确实不如原来二十几间那么多，是不是这样？它的真实状况是什么呢？是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每年我们都会盘点哈学校的这个所谓的剩余或是闲置的这个空间呐哈，那学校就会依照它现有的班级数跟它现有的这个教室的空间回报给我们这样子哈。所以当时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就是说在评估几个学校的过程当中，那个所得到的资料其实是它的空间是有二十几间的哈。那后来学校有反映到说他们可能有一些班级没有计算进去哈，所以后来有再重新做一个盘点，的确它的剩余空间有大幅的减少。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学校我们认为好可以就是依照现有的数字我们再去现场做现刊以做确认。所以我要麻烦局长，就是说你们掌握的资料，学校报来如果有误，这不管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连串的误会嘛，是不是这样？哈，那进学国小就是一个例子，家长相关的家长团体，他们就觉得说，明明舞蹈班，他们是舞蹈班，对不对？表现很优异，可是呢，在这一块呢，学校没有针对表现优异的舞蹈班给他们相关的空间去
安顿那些配备呀、啊、那些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所以学校事实上是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家长这样的声音出来，也就是说我要拜托校长一定要很慎重，因为现在大家都资讯都可以自己去抓各种资讯，如果资讯大家抓的不正确的话，互相传下去到最后会引起混乱，甚至引起暴动，对不对？那你们作为教育上的一个主管机关，学校给你们的资讯，过去说24班，显然减半，搞不好还值得你们再三确认。所以呢，是不是进学国小这个选项，哈，教育局这边要审慎再审慎，是，好不好？好，局长，这一点没有问题嘛？哈，进学国小的审慎再审慎。那另外的话，我要请教一下局长，你请坐，谢谢。交通局长呢？来，你在跟哪一个我们议会的同仁，还是你的老板讲话？是。来，交通局，我想跟你请教一下，你刚刚在讲哦，说我们的地下停车场，也就是说，目前你这边放的2亿元，是不是？是。到现在没有出现过在我们任何相关预算里面，没有嘛，对不对？现在准备要争取，对，准备要怎么样拿前瞻嘛，是不是？对对对。那现在你们是有一个什么规划报告的费用，是不是？规划评估报告的费用，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们现在主要是把它争取出来，我们就会启动设计，对。也就是说，如果前瞻给我们台南市的预算不够的话，那你这个停车场就没起哦，亚仙娜，还是你们本来中央政府给我们前瞻里面，你们就把这个算进去了？没有。那如果中央政府前瞻被立法院砍得乱七八糟呢？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办？哦，跟议员报告，这部分是另外一个叫做城乡基础建设里面的一个。你刚自己说是前瞻里面的嘛？对，前瞻里面的其中一项嘛。啊，现在就是说这部分是由交通部这边在主导的，那我们是可以透过部里面这边呢，去争取中央的补助。我要问的重点是说，他是不是蔡英文政府的8年8800或者加造变成造里面的预算？不是，干系？不是，不是。那你干嘛讲前瞻呢？现在对我们来讲，前瞻不就是8800亿里面的吗？没有，跟议员报告那个前瞻，现在目前行政院有初步核定的那个也是8800万，那是另外的。那我们8800亿，8800亿，那是是已经核定。那我们现在它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再去各部会这边呢，还有一些预算可以去争取。所以你现在这个讲的要花2亿，是不会占到我们台南市中央政府给我们前瞻计划的扩大嘛？不会不会，这样讲对不 对？对对对，那就不叫前瞻嘛。你刚刚自己告诉我们说是前瞻里面的，也是在整个计划里面啊。对，你是另外的，对对对，交通部的城乡计划里面的费用。对，那也叫做前瞻计划里面的。那是不是8800亿？还是我都不懂了？不是不是，那是另外的，又是另外的。对对 对，也在前瞻里。对对，它是整个计划，它是有核定的啊，有的是你要再去争取的这样子。好，那你现在争取了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跟中央提案。所以现在你只是先跟我们报告有这个想法，是是是，事实上还等着跟中央提案。对对对，那中央如果来延一分钟，缓开，对。OK， 所以是总工程费嘛，对对对，看中央给多少，我们是不是再来自筹一些地方配合款嘛？对对对，是不是这样？是。是是好 ，OK， 好，谢谢。来，请许志春议员发言。感谢主席哈，那个交通局局长，我请问一下哈，在书面里面我看到你个200个停车位，是集中在一个成功国小吗？不，永福国小。啊，永福国小。对。是永福国小吧？是。你的资料里面是永福国小200位，那成功国小呢？我看你地下室有2层啊，啊，你底下这边你规划里面这个赤崁文化园区，你还有规划地下室有地下停车场景观工程啊。哦，这部分是那个赤崁文化园区由文化局整个啊，他们整个去处理。我先搞你的工，你停车场是自己专属用还是开放啊？开放，开放，开放给民间的。对对对对。还有几个位置？你没有写出来啊？250，哎，250。没有，你这是赤崁文化园区有250个，对对，好，那永福200个，是不是？对，那你书面资料只有永福的200个位置啊？是是，你这个是不是漏掉了？哦，那个是在赤崁文化园区这个地下2层，有250个位置，
对对，他两。那总共加起来是两个位置加起来是450了。是是。是不是这样子？对。那你书面里面资料没有停车位的数量、啊哦？那个250是在赤崁文化园区里面的嘿，它整个是由文化局统筹在那个规划设计嘿。不能给俺们消息啊。不会了，这个不过我们都经过协调的。请坐，请坐。那个教育局我们的陈局长，我请教你哈、啊，你目前来讲了、啊、哈。是。就是永福国小跟成功国小是改建嘛？对不对？永福国小它那个是要盖地下停车场。啊，所以不是并校，没有迁校嘛？永福没有迁校的问题。就是、跟成功国小也没有吧？成功国小需要另外找地点安置。那是暂时安置了。是是。那我这个书面资料里面看是这样子了哈，你们只有在。行政单位文化局交通局包括教育局你们就是你们的方向的执行政策怎么做书面报告只有这些但是请我们来支持我不会支持我要支持就是要等看你们的整个比较完整的执行面比如说你的这个成功国小你是不是成功国小要安置嘛是好我要的是说成功国小你是不是在学校校会议或是安置的学校共同的共识的校会议取得共识怎么安置他的答案送到议会来以后我们才能支持那不然你就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够执行因为你们只有到行政里面你们单方面的执行但是把问题还是丢给学校我想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在你们这个新建工程里面在安置上要明确跟所受安置的学校从这个进学国小包括安置的学校的成功国小要完全一五一十的把事实怎么安置模式要全部清楚你不能一个公文就是进学国小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成功国小要修建什么工程请进学国小做安置工作我想这个配套模式主席要求一定要非常落实，非常正确，而且完完全全的掌握。是。第二点，就是有关于这个永福国小没有安置问题，是不是？没有，它是要盖地下停车场。好，校园的一个改建增建问题、安全问题、学校的协同的安全问题、动线问题，有没有做整体的规划？你不能工程已经发包了，要施工了，已经案子成案了，又把问题丢给学校，整个的一个安全规划、上下课、学生的作息时间会不会受影响，全部完全掌握跟评估，这是第二点。在这个方面，包括我刚提到的成功国小安置来，这是一般的公共问题、协同的上下课问题、交通的问题、学生家长的接送问题。这个整个规划要完全我要看到的是你未来的执行面的整个配套计划不止单方的你们的建设执行计划第三点成功国中是不是要并校在资料里面这样写没有跟议员报告我们在资料里面是报告说那个成功国中106学年度它还是持续招生的好持续招生那你的文书资料怎么北区成功国中整并案呢？这个是议会给我们的题目。这个资料是谁给的？不是你们拿出来的吗？这资料不是你们拿出来的吗？你这个第三点不是北区成功国中整并案吗？对，当时是。有没有这回事？要我们来专案报告的时候啊，哈，是提示说，因为当时是来，我请问你，媒体有没有这回事？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未来会不会有？我们现在呢跟学校这边呢有沟通过哈，就是说我们希望学校能够发展它的特色，然后来吸引他学区内的学生来就读。局长，是这是官方语言啊，发展特色。那我现在请问你，成功国中未来发展特色，学校给你的资讯，你给他的资讯，共识的发展特色在哪里？你举个例子。之前我有跟这个杨校长呢提到，因为他的专长是资讯，
啊，所以呢，我们也认为说，现在整个十二年国教课纲呢，在强调这个科技能力的部分。资讯是地方特色吗？我的意思是说，发展他学校的教学特色。啊，教学特色，那目前有方向吗？来，局长，是时间有限了，剩下几分钟。是，你关于成功国教，你的这个我看书面资料是这样子，但你目前讲是说没有，未来我们也不允许有这样子。你整个配套未来的特色，你朝个学校去发展，可以从这个方向去着手进行，但是并校。这个报告这个部分本席不同意，绝对反对。但是你基于学校的发展，我想是双方的这个共识，这个点我特别要跟你声明。第二点，之前你们的并校会声会影，但是不是我们行政单位直接去找学校老师校长跟家长直接沟通，是由第三者以耳传耳，然后传到我们议员。我想在这个行政工作上不应该有这样子，你公文没有到达，你有这个计划，应该口头上有互动，应该也要先进行说一个沟通，未来学校的发展，听听你的意见，我们这边的意见，我想这是一个共识嘛。所以本席今天为特别要跟你反映，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说不像行政单位在办事，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我很不认同。这一点我本席要特别在这里跟你强调，啊，那基于在这个学校的发展方面，希望就是大家能够脑力激荡，集思广益，地方的特色文化或是第二季的专长，我想这个都可以朝着目标来做。有学生的他的这个地方，在一个文化里面或是在国中里面，这个特色我们本席都支持。对，好吧，你有什么意见？其实议员跟您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学校它可以在我们这个地区有存在的价值，而且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学区的孩子可以在能力的培养上面可以更加的多元嘛，所以我们才期许学校就是说应该可以配合未来课纲的发展，校长自己本身的专长，在校内凝聚共识。局长，你提这样子，我认同，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自嘲的它特色，但是不应该有并校的字眼出来啊。没有，因为当时是因为报告案里面要我们报告这个案子啊，好，所以我为什么文字上不是比较可以修饰一点吗？为什么我刚才报告的时候就是说他100我看这个并校我就生气了、啊，我就俩讲啊，我就跟阿辉底下你讲，我不能这样子做啊。是没有，我们的内容里面是提到说我们是持续这个这一学年度有持续让他来招生，那我也跟亲自跟校长还有他们家长会有做过沟通。这点我不否认，在之前会生会议的时候我也特别求证过局长，是局长说都不会受影响，目前都没有，是我也直接这样传达信息，不给不减啦哈，哦，当然你若无骗我，我就无骗你嘛。当然，啊，你若骗我，我就变骗你嘛哈。啊，但是没有道理嘛哈。哎，我冇直接跟伊沟通嘛。所以就是在这方面，我希望就是这个要慎重考虑，好，慎重考虑。但我刚刚总合起来，你这个学校的问题总合起来的一些意见，交通局也好，文化局也好，我想你们跨部会的局部会议能够要掌握到基层他们里面的一些。架构一天的意见完全掌握住，然后送到议会来，让我们完全了解，好不好？好，谢谢议员，谢谢。请洪玉凤议员发言。局长，拍摄一下，那你有几点要修一课的哈？就是说，因为当初我们在开临时会的时候，那要请教育局来针对成功国小，因为我们赤崁文化园区的一个改建哈改造。啊，所以可能影响到成功国小学生的受教权，请你做专案报告。那刚好那段时间成功国中也有市井传言说可能跟延平国中有做这那个合并的考虑啊，所以就请你一起来报告了哈。所以议会给您的公文是安尼写也无唔对，安尼给您委屈了哈。其实你们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也刚好透过今天的说明，让大家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成功国中你是要往特色学校去发展，不是要跟延平国中做合并的动作嘛哈。在现阶段里面是这样子。那永湖国小的部分，我想那个始作俑者应该是交通局了哈，
因为你们也是被逼的哈，你们就是因为交通局伊想要去中央争取两亿的经费来做200个地下停车场，我来算算，一家多100万呐，一家100万呐。交通局讲希望台南市当增加10000家，我唔知伊有迄落，那一家100万吼，啊那10000家，安尼得爱100亿的预算，我唔知台南市有在调争取到100亿的预算来去100万的停车场啊，无啦，啊那无那是好小甲市民骗的。但是局长你的报告里面，这个写得太笼统了，因为文化局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们说，他是预计106年12月工程标案就要上网。那以目前台南市的这个工程的标案，有可能有机会两度流标，第三度会标出去的情况来讲啊，哈，就是107年，那他可能就是已经标了，那也许他就要动工了啊。啊！但是你到目前为止，无甲阮讲到底你有可能明年度，你头拄啊虽然甲王家珍议员讲吼，就是明年度啊吼，那可能要去别的学校借2年或3年啊。但是我一直跟你强调说，那个工程的期程很难掌握，因为文化局的预算目前是1、2期，它后面还有第三期的工程。那第三期的如果真的是施工的，会不会影响到成功国小的孩子在那边？你不可能说我1、2期完成之后就把成功国小搬回去呀、啊？那你第三期还在做，你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真正你报告讲完，我看拢无到底恁即卖目前，如果伊那是明年真正文赤崁文化园区落做了，你成功国小这囡仔变哪？你到底是要给他说在哪里？进学国小家长也很反弹啊。那你虽然有在沟通，但是进学国小是我们市区里面的唯一一间有一点森林小学色彩的一个学校，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学校。那如果你把成功国小的孩子搬到那边去，他说他们的闲置空间也没有办法容纳成功国小的孩子啊。那我也讲啦，我如果孩子我是成功国小的孩子，我去借用，好，借用进学国小好了，我就整个都在进学国小上课，但是我跟成功国小变成没有感情，我将来领的毕业见证书他的学籍上面还是写成功国小，但是我实际上我是在进学国小长大的，哎、欸，这对孩子的感情来讲是一个很冲撞的事实、欸，哎、啊，你都没敢讲啊，你这边沟里底都没写，到底你这么是已经到什么阶段，想要安那做啦？好，谢谢议员啊，我想我们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当时我们会提到说，学生的安置是以学期或者是学年度哈这样子来规划啊。那因为今年12月底上网哈，如果说明年2月就要搬迁，因为以学期为单位的话，那可能时间上也比较匆促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当时才跟文化局有协调过，就是说那就是107学年度。好，开始，也就是说明年的8月。好，那总是有个目标吧？是，准备要去哪里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跟议员报告，就是我们有评估附近的学校。那我们不否认哦，当时有提出来是说，就是在评估的方案里面有提到进学国小哈、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进学国小呢，它校地面积算是大的哈、哦，它在我们国小里面它有4.26公顷的这个校地哈。哦、我讲它是一个市区里面的森林小学啊。嘿，啊，第二就是讲，伊当初伊报给阮的资料内底，伊的空干村20几间，啊，搁有20几间他运用哈、哦。啊，第三个就讲，伊本来学生数嘛超过1000人哈，哎、哦，即马600多人，所以迄阵啊，阮是有咧评估的过程当中，就是感觉讲讲伊好距离上也蛮适合的，都一样在这个中西区啊哈、哦。那当然后来学校给我们就是说又提到说，哎、欸，他其实在计算空间的时候哈，因计算了无啥对啦哈、哦，所以有个定心个补哈。那你讲重点呐、啊，箭在弦上了，你们是准备要怎么处理呀、啊？我们现在呢有评估附近几个学校啦，那因为跟远报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其实还有在跟学校做沟通啊。好，才持续沟通，尤其是进学国小，你还没有放弃进学国小这一个标的物。进学国小，
进学国小它目前空间是不足的，嗯，嘿，对，好啊，所以我们还有找其他的学校，我们就是找那个成功国小附近2公里内的这个学校。我听说了哈，你现在找的是成功大学。哦，没有啊，怎么没有呢？不是跟议员报告哈，我听说因为都是成功啊，所以你准备把成功国小去嫁掉成功大学来对啊，但是那个大学生的环境跟小学生要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呢，所以我听到一个有那熊熊熊的像样，除非他改成那个他的附属小学啊。哦，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哈，的确是之前也有就是家长啊哈，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欸，阿伯对嘛，你看到我们都听得到了，你还要否认？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要去到那边去，因为它是一个大学，它大学它的这个就是说出入的人员哈，还有就是跟我们国小的小朋友的年龄层，对啦，差太远了，是有一些差距的哈。那我们在选择地点的部分，一定也要考量到学童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部分呐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之前的确有这样的这个声音出来哈。那但是其实成功大学他们自己本身校舍的空间，他们也是都很满呐。我听讲恁偌当的出面啊，咧叫成大咧超空间要收留阮的成功国小囡啊。这我倒没有听说到这一部分、欸。不敢承认啦、欸，不要说没有听说啦。真的，我是要提醒说，因为小学跟大学毕竟哈，它的整个生活环境呐、啊、哈是不一样的，需求也不同，所以安尼可能对这囡啊来讲，迄、那个家长的接送啦哈，迄、那个所在交通嘛是算真混乱啦，啊无，迄、那个环境是真水，毛真侪人讲，无听到你甲成功国小搬入去成功大学了。哇！你要搁搬倒转来，迄个厝起好啊，人遐家长不爱转来啊。伊感觉讲，有几间学校会当拥有像成功大学那么宽阔的一个活动空间呐、啊？啊、哦，所以有可能变作，到时怎啊真正成功高校怎啊变作成功大学的附属小学啦？啊、哦，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划，嘿，谢谢，没有这样子的规划。那你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嘛，你一直讲说这2公里里面的学校。你们去沟通了，但是你几乎进学国小已经不可行了。那我不知道2公里以内，这还有哪几个学校？除非你把它，将来有可能这个中西区跟北区行政区域合并为赤坎区呀、啊，啊、哦，那也许你把它考虑到与目前的北区的学校也不一定啊。但是我想，可能是，教育局担心引起某些反弹，所以你到目前为止一直不敢告诉我们进度嘛，跟方向嘛。我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有到各个学校去做现刊哈，然后也有在做设施设备的盘点哈，因为不是学生过去而已，他一定相关的教学的这个设施设备都要到位嘛哈，所以我们是有做整体的这个评估的哈。那如果有最后的这个结果出来，一定会跟议员报告。我想那个花了那么多钱，然后我们来重新整理成功国小，可能对于赤坎文化园区的发展不见得是最好的选项，但是基于这个学生还有家长以及在地的一个感情跟文化，我想台南市政府的这个文化局不得不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啦。但是我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不要影响到成功国小这些孩子的受教权啊。所以我们也盼望说，教育局你在这个你到底这个安置的过程里面，能够更透明化，让家长可以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啊，让家长或者是说有时候那个校友的反弹也很大。那你是不是应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在那个校园里面的意见领袖，能够把他们纳进我们这延一分钟，能对于我们这个安置计划会更理想也不一定啦、啊。所以，是不是教育局就不要关起门来，家己点遐，家己点遐务啦？我想有一挂意见领袖，会当互因参与来表达，无听到因到尾啊，因的角色。把你变成协作，不是变成一个阻力啦，会变成一个
迄个支持的力量，不是迄个反对的力量哈。我想这样子可能会更理想。对，非常谢谢洪议员的建议，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哈，就是说在评估过程当中，我们有让成功国小的这个校长啊、家长他们来参与这样。对啦，你要有一定的比例啦，毕竟他们的孩子在那边呐，哈，那个老师可能他们对于教学，他那个你将来安置的新环境跟他目前的旧环境里面要怎么样去融合，那对老师的教学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程度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说，今天如果文化局这个志在必行的话，因为已经都接近上网的招标的一个时间点了嘛。我们请陈怡贞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哈，文化局叶局长哈，我们这个赤崁文化园区这个到底要施工多久？我们这个园区未来施工以后到底要施工多久？预计我们给教育局要去安置这个学生的时间到底有多长？跟议员报告了哈，那我们目前预计是施工。大概是两年半的时间。两年半，对，顺利的话是两年半哦。那刚刚就是顺便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希望第三期的部分也能够跟一二期一起施工。所以两年半还要再加上三期的工程，大概也是两年半，希望就是两年半就两年半再加两年半。没有，就是一期一二三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两年半，希望两年半把它完成。那但是如果一个状况或是什么顺利的话是两年半了，所以起码安置的时间大概是需要三年，学生安置到别的地方的这个时间大概是需要三年。当然三年是比较有弹性度，比较有弹性哈。那局长，您知道说为什么这一次哈突然之间大家会？沸沸扬扬说啊，这个成功的孩子哈，好像要安置到进学去。你知道那个其中有一个声音是来自于哪里吗？请议员指教。就是我们在开那个工程说明会的时候哈，我们里面他们大概就有人在问说啊，这个未来到底孩子要去哪里哈？结果在工程说明的时候，就好像有里面的人员跟。跟这现场的人员说，哦，目前听起来好像要最有可能去进学，然后后来就衍生了这些大家的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哈。那我想我们在做工程说明的时候，其实怎么会去讲到这样子的事情？到底都还没有确定的状况哈，结果就去提到这个进学国小的部分，就因此造成了家长就开始去有一些传言哈，因此造成大家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声音。跟议员报告，因为说明会我有亲自去主持，是，那我记得在会中家长所提出来的问题，大概都比较集中说，到底是一次施工、两次施工，到底施工期要多长？是，他们不希望学生哦在一个施工的环境里面上课，那也不希望说。啊，学生都一直在外面上课，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压缩时间，是，所以我们才会说好，那我们尽量能够一二三期的工程同步来进行，尽快完成。所以会中当时并没有特别提到说要安置学生在哪里，去哪里。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误传，造成教育局的困扰，也对教育局非常的抱歉了哈。好，不过这个未来我相信就是以教育局的窗口为主，是，所以我想文化局这边就是负责把工期如期完成，是，不要说到时候结果说两年半三年都做不好，结果他可能一到六年级都念完了还在别的学校哈。我觉得这个是文化局要去掌握，这个是家长也比较关切的，对，掌握这个工程的进度哈，多久就是多久哈，哎，不要说去延误到这学生预期他可以回到原来学校的时间。好，谢谢局长。那教育局局长，那目前因为之前就是有这样子的声音嘛，所以因此造成了一些大家的一些纷扰。那所以局长刚才您说确定不会安置到进学了，因为进学目前的空间哈是不足以安置成功国小的所有师生，这样是，所以目前这个选项先剔除了啦。好，那我们目前看到您报告里面的安置方案有 A 方案跟 B 方案哦，那到底什么时候会确定？因为其实工程也已经。我们原则上会在下个学年度开学之前，
好底定，这样就是说今年的大概八月九月之前月底定，今年的八月要底定哦。对，今年八九月啦，我们希望能够先底定。那因为文化局它的工程是今年十二月要动上网嘛，上网招标。那如果顺利的话，因为等标期，然后再加上那个评选哈签约，大概如果顺利的话，大概也要两三个月左右这样子。明年初，所以等到明年初。那因为刚才我有报告，就是说，我们新的学年新的学期是二月一号开始哈，那可能这样太紧迫了，所以我们就之前有跟文化局稍微协调哈，是不是就是用那个学年度这样子？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密切的跟文化局这边做联络，保持联络。局长，其实现在是五月哈，所以您说预期大概八九月要去敲定说到底我们的方案会是什么，要去哪里哦？那我想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哈，务必。不要再发生像之前是因为传言说要去某一个学校，然后造成大家的一些声音这种状况，不要再产生了。如果要去哪一个学校，务必跟学生、跟家长，让大家预先有参与这个决策的过程，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目前有这样子的计划在进行当中，寻求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哈。那我想。像成功国中校舍，大光国小校舍要改建了。那目前他们就是预计要安置到成功国中。那目前看起来这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哈。目前大家就可以接受这样的方式。我想事前的沟通很重要，不要突然间让学校知道说啊，让家长觉得说啊，突然间好像有别的学校的学生要安置过来，那造成大家一些纷扰。预先让他知道，他可以去参与这个决策的过程，可以去接受。那我想这个状况之下就会比较圆满，所以务必不要再重蹈覆辙哈，还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要再因为资讯的不畅通不透明哈，造成大家的一些误解。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来做哦，因为已经三个月再过也很快，所以要请局长这边要特别注意哈。那当然我们的报告当中也有提到成功国中这个事情哈，那当时。也有大家的一些讨论，也有一些纷扰啦。那最后我们还是今年度是维持招生没有问题哈。那我想在成功国中未来的评估重点，局长也有写到说地方的关切哈。其实地方一直有成功跟延平是否合并的声音，是来自于教育局这边哈，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好像要合并，你们好像合并，不是地方说希望这两个学校要合并哈。我想这个方向不一样，而是局方教育局这边一直给地方这样的声音，好像有可能要合并哈。但是我想，每一个学校都有它发展的一个特色跟特性哈，包括我们去参与到成功国中，因为好像担心自己要被并校的状况的情形之下，他们开了一个说明会，那我想我们在现场听到这些家长听到这些老师哦，那听到学生哦，其实他们对于学校对他们照顾的关心，在小校里面看到的那种温度哦，有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其实他们因为我想在那个学校里面，很多家长说为什么他特别要把孩子来到成功，因为他工作很忙，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孩子哦，但是学校就帮他做好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也非常感谢学校。那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听到孩子说，他们也很担心自己的学校哈要被并校哈，所以我想他们对于学校这种情感，还有老师啊主任对学校的付出哈，我想这些同学都感受很深哈，所以我想每一个学校都必须要好好的有它好好存在哈。那我们市政府当然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方案，但是不要忽略了每个学校自己发展的可能哈。我想学校今年它招生的状况其实也非常不错，而且尤其是在这样子的纷扰之下哈，它还是有招收到它原先预期要招收的学生哈。所以我想越是这样的小校，越需要我们教育局挹注更多的资源，让它去发展自己的特色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与其说一天到晚在那边
让他很担心说他是不是会被裁并校，不如多给他一些资源，让他好好的去发展自己的特色，然后能够吸引更多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这个地方，我想这个是更值得来做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请局长这边也要特别的再加强。那因为这个案子也是因为有一些资讯突然跑进来，然后造成学校师生家长大家的一些反弹，所以我想一样是一个重点啦，我们任何的决策要透明，要公开，要让所有的家长老师甚至学生有参与的权利，我想这样子我们的政策在推行上才有可能获得大家的肯定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请局长，我想这几个案子都一样的状况，就是资讯的不透明、不公开，然后大家流通来流通过去的结果，就变成很多的误会，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请教育局这边一定要做好这个资讯透明、公开，然后让所有的学生家长能够有参与的这样子的机制，这个部分请局长这边未来要再加强。好，非常谢谢议员啊。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也会就是说相关的评估作业或者是相关的做法，我们一定会充分的让学校了解，这样是除了学校了解了，其实家长也要让家长有参与的机制，他们孩子在学校啊，他们绝对有。请蔡慧议员发言。我请教陈局长，八月底以前要抵定，好、哦，安尼你尽力有啥物所在让大家选择，让学校选择，让学生选择，家长选择，老师选择，啥物所在？我们现在评估两公里内的学校嘛，哈、哦，那目前这附近的学校，除了刚刚大家很关心的进学之外，哈，那也包括中西区其他的学校，或是北区其他的学校，比方说，好像附近的立仁国小啊，或者是北区的这个大港国小啊，哈，文贤国中啊，协进国小啊等等的。局长，我想要这堂课了哈，因为进学国小，首先我都容纳。资讯不对称之下，产生这在困扰。即摆要去刷去的，我感觉你为了剩一届机会，个即间校一定会当爱容纳成功国小这样囡仔，你唔能刷刷出各种资讯根本完整，啊，搞变刷鬼，产生误解。我想跟议员说明一下哦，进学国小，我们当初这个刚才其实叶局长有提到，就是说去文化局去跟成功国小的学生。做说明的时候，讲那个工程的进度的时候，跟家长说明的时候，哈，那家长的确有提出来说安置的这个地点，哈，那当时呢，学校也讲了几个我们在评估中的地点，并不是完全只有说进学国小。那当时进学国小，我一般是安尼啦，不管安怎，就是讲你时间真的有限，要给成功国小300多个学生，要暂时安置给对间校读册，这间校你给那个。规划好，调查详细，那到时准备去，去欠东欠西，对袂使袂使，安尼你可犯了第二次错误了哈。所以第一次是跟你无关的。对，所以议员，我刚才有报告嘛，跟我们几位议员先进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评估，那也当然包括他的场地啊、设施设备啊这些。外国要完整，要刷去一间，还是讲去两间，安尼？你这个方案有方案吗？我们现在原则上，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是可以整体一起安置，这样比较好啦，哈。因为呢，这个家长都有接送的这个问题，哈。那当然，成功国小那边他也有，就是说，有些家长认为说没关系，只要让学生环境舒适就好了，哈。但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以整体安置为考量啊。好，谢谢局长。我这边来考虑的是，你这。变卫校，叫学校停办。老实讲，原属台南县交这个台南市，我拢感觉一个问题：全部的财政30%左右，都有够去用去。100人以下的国小、国中，愈来愈侪。你这个办法要定，我个人吼，较早伫台南关心，我讲过所你听。那时候我的所管长王坤的那时候做局长，
要把学校人数一直降低的时阵，可引起很大的反弹。未来我要把罢免阮所管的官长，伊个叫迄个局长来跟我讲，原则上四十个以上会校，60到40个以上变分校。咱台南市的全部的钱，学校用人事费用占70%，教育预算内底70%个人事费用，即马议员的合并，林立中的合并，咱这个严重的议题，我感觉教育已经提出来，无永远个达更好，争取无经费，校争取无经费，教育也歹做，民意代表嘛。很大的压力，原因是咱的小校太多啊，甲传播教育医生吃个不了的，甲传播单子医生吃个不了的。你像恁卡多，恁的工作报告提的这个办法，交准则，你看恁当时要推出。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听起来您应该是比较支持说，如果是比较小的学校哈，应该要做一个整并哈，这样让教育资源可以更广泛的来运用。我支持，较早我不支持，可是我即马认为应该是适当的时机。是，无学生的受教权，有的一班三个，有的一班五个，免得交1000个人的校竞争，一个校要100个人，要50-60个人，你甲想这个学生。也竞争能力、传播资源的配置，我感觉对学生应该不好。是，所以议员是考量在他的这个受教品质。所以我拜托你，我要跟你问，就是讲你这个办法，好，但市长没认真吗？没这个压力，第二位通过了，后界市长没这个压力，我感觉对学生应该好。最好你高中车补助会到，各种学杂费补助会到，营养午餐补助会到，你有讲的吗？你家己想要定这个办法嘛？当时要推出。议员，我跟您报告哈，就是说我们上面有写草案两个字啦，哈，就是表示说我们现在条文的部分呢，我们已经处理出来了，就是根据教育部1月9日所颁布的那个准则哈，我们已经草拟出来。好，当时要上要通过了。那现在要上咱的主管，咱的企户的主管汇报，打给恁的。哦，市政会议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局务会议已经讨论过了，好，所以呢，要依法制作业程序来办理。那我们会先会签法制处，哈，请他们，因为这个相关的要点规定都要经法制处嘛，哈。嗯。那法制处给我们意见之后，我们修正之后，我们就这个要先送市政会议，哈，来讨论。那后续呢，就会依法制作业程序来。公布，我是希望定哦，卖定准则啊办法，我是希望定自治条例，哦，爱有议会同意吧，恁定办得出来，让议员去同意，我感觉较合理。卖讲恁市政委开过咧，但是准则办法通过，阮就无法度令阮议会，阮无法度，我认为这样不大好，我是要倾向于自治条例。哦，这个自治条例可是议员的多少可以参与有点意见，是。我建议了哈，就我建议。跟议员，好，你说。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有关于我们为什么会定这个办法，是因为这个准则里面授权给主管机关，好来定办法，所以我们是朝这个方向来做，这样。对了，当然你的准则是经济教育部行政命令嘛，不是立法嘛，对不对？那我希望当时是定自治条例，让议会有参与表达意见的权利。不是讲你定定的剩下，我认为这样有时候吼，当然你做局长，像你学校吼，别去哪一个学校学生囡仔别去安置，你爱当妥当交家长、学生，吼，啊是讲民意代表，当地民意代表嘛是很大的压力呀，啊是讲地方的选达，叫我加减要接来开一个会，卖个教育局安尼开安尼想。较袂，我咧王家珍咧讲要开一个专案会议报告来听听你的看法，那是讲我们也不知道嘛。我想选举议员嘛，不了解呢，无黄用也来讲，叫你我看要讲你啦，嘛是可能不了解你要做什么代志嘛。我唔是咧批评教育，唔可能达科学，然后什么问题的时阵会找议员沟通，拢会需要交议员沟通好，好地议会袂多好。来书啊，交议员沟通一下，对有意见的议员，让他适当的表达他的意见，然后
做成他们要定办法，还是定自治条例的参考，教育局这个足少。您教的给我建议，您真的这方面，卖个人认为讲您专业领域内底，我爱听瓜顶人的意见，还是民意代表的意见？民意代表来议会开会，当然会表达民意嘛。这资讯的对称，我提出几点。好、哦，要好好的妥当，议员嘛是要学习，哦，议员嘛是要学习啦。谢谢议员的建议啦，哈、哦，其实我们也多次有跟您做过相关的沟通啦，哈、這個這個啊哦。不然你卖去阿公办委去啦，哈、哦。那你讲这个案，这个你唔能够讲办。啊，我讲的嘛是熟悉的、啊。哦，啊，沟通你可能无遵守信用，无诚信，你给我沟通没错。议员，我答应您的事情，我都有做到。咱公家卖去灰，阿别灰输啊，就来再来灰啦，哈、哦。今天你讲是，你这个专案报告，但是袂使动手啊。动手你做来拢无话，我心内袂当安怎？煞蒙一个头袂使你啦。我建议你要多沟通，哦，你无沟通，你的困扰，你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哦，我建议局长针对这个成功国小的这个案，成功国中这个案，要多跟地方的各方面人士。哦、包括学生，你不要小看学生啊！哦啊，家长、老师、校长、民意代表，先打了解，大家拢有一个感情嘛。哦，不是讲到各国边喏，各边喏，这个时代不同款啦。那老票嘛，民意代表嘛。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哦、我想我们局也是不会这样说、哦、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也是做好沟通的工作。啊，你锤进学的不好，进学的不够威力呢，进学，那对不对？进学，我要再没关系了，好了，他之前给我们的资料是。好，请邱丽丽议员发言。谢谢主席，那个局长，你先请坐啦，哈，我就按照你今天要报告的这个一个，您先请坐，谢谢，我先叙述给你听呐，哈，关于永福国小。永福国小在西元2000年，永福馆开始改建，就动了一次大工程。那永福馆改建之前呢，它因为有这个所谓的中央的预算呢，它同时间把那个南栋跟东栋的屋顶也改成这个所谓的铁皮，花了7200万改建的永福馆，一直到2000年。我们要积极的去争取预算，要来改建东栋跟南栋的校舍，所以在2000年又花了几亿元来改建了东栋跟南栋，当时由曾永信建筑师得标，还得了一个绿建筑奖。2012年永西楼才在12月，跟赖市长一起去那个启用动那个卸土启用。短短的从2000年到2017年，我们现在又要用永福国小的校地去增建一个200席、总经费要2亿元的这个所谓的停车场，为的是周边的古迹跟疏导周边的交通运输。局长，你这样听懂了哈？永福国小短短在17年间，盖了永福馆，盖了楼顶。换了跑道，又拆了2栋校舍，现在又要去挖他的地下室。局长，您先请坐。林局长，你所谓的200席的地下停车位，是为了双城观光地区的廊带，还有临近孔庙、赤坎楼、林百货、台湾文学馆等古迹的景点，要活化校园空间。那我请教你，永福国小它有什么好处？哦、我们大概盖好以后，它有什么好处？会给他一个全新的运动场。会给他一个全新的运动场，还需要你给他吗？那跟他有什么关系？那如果周边的里，包括永福里、包括建国里、包括周边还有福安里，都告诉你说，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居民的这个所谓的空间释出来，让你这些的旧城区的活化。可能带来了这个居民的吵乱，我需要一个长期的月票，而且是优惠的月票。请问你200席又扣掉几席？你真正可以提供给外车的几席？你平常1到5你必须要提供给老师他们去停车。那你
除此之外，周边的这些居民要求的月票的优惠，你可以提供几席？你后来可以释出给所有的观光客外来地来旧城区游玩的有几席？你有没有去算过？你有没有去算过周边的停车空间，它的周转率是多少？它的车辆的需求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光是一个公十一现在改成私立美术馆，原来公十一停车场优惠给周边这些居民的月票，他们稀释到海岸路停车场的有多少？你身为一个交通枢纽，最主要你要用到这个校地去活化、改善你的交通，你有没有去算过这些停车率？有没有算过你200席用2亿够不够？够不够？你有没有达到它的边际效益？你花了大钱，影响了孩子 的受教权，你只送给他一个停车场，那你，我刚刚问你的，你有没有办法回答我？你有没有去调查过原来买月票的多少？你影响的层面有多少？有没有？没有。你这个试算，你希望有200席是从哪里来的？我大概是地下1层跟2层，每1层是100。你只是考虑到空间，你没有去考虑到这200席，你未来可以达到的经济效益是什么嘛？对不对？好，我们虽然说大众运输跟停车空间是本来我们要提供给居民一个行的方便，改善交通状况，再配合你那个阿萨布鲁的所谓的绿线，但是你没有真正的拿到我这个土地释出给你，你可以达到的效益，你没有办法改善周边这些居民停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你这个是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答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刚刚也跟教育局长跟他提醒，永福国小嘛，五告衰，就因为他在市中心，他要从2000年被你们动到现在，还要一直动下去。永福国小还有一栋还没有新建呢，那是不是还要再动？是不是还要再动？是不是会成为另一个成功国小？你的这一些的交通政策的停车问题，完全没有去想到，只想到我用的空间可以盖几席，你却没有告诉我们200席以后你可以改善多少的停车问题。局长，你先请坐，这是永福国小我最不解的地方啦。好，我先提问题啦，你想一下给我答案。第二个，赤坎文化园区同样的问题，你要改善那个交通，你使用的有成功国小，那文化局局长，我请问你，今天教育局的陈局长在这里不下几次的讲过，进学国小因为当初的评估可能一时嘴快，讲不清楚，不知道说他闲置的教室只剩下14间，不到24间，所以根本没办法容纳成功国小，那就是你的资讯不对称，资讯不对称是你造成的。你整个赤坎文化园区的所谓的规划，起程规划的初步、中程到后程，你完全没有把周围的人全部都叫进来报告。你包括你有可能是，你既然说你要找会影响到成功国小的校舍新建，你应该先请教育局去把周边2公里所有的学校都做一次的评估，请校长先来做一次的座谈，才没有发生今天这样的状况。那也就罢了，今天再讲3次，成功国小不到进学国小了，成功国小不到进学国小了，成功国小不到进学国小了，所以请不要再问进学国小的问题。但是你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你花了7亿9千多万的经费，总共要新建的成功国小跟停车场，还有把赤坎文化园区周边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工程去做一个搭配。那我请问你，你相信你这个工期2年6个月完成得了吗？你认为完成得了吗？跟议员报告，其实我现在担心的是前面的审查期间会拖延，那如果审查完成的话，其实我觉得施工的部分反而是会比较顺畅的。您说施前面的期程，因为你还要报到文件会嘛，因为这个是有文资的问题嘛。那你真的
的那么自信，你从民族路一路挖下去，你不会去挖到遗构吗？你真的全部探勘，你认为动过的路面下面一定没有吗？万一你从民族路挖下去以后，挖到成功路，你发现有遗构，你要不要停工？水交社是一个例子，你要不要停工？当然，依照规定，如果真的有，当然是需要停工。你要停工，那你两年半个月你就不要讲得这么满。两年六个月你就不要讲得这么满。我们知道你们本来是要用停车那个成功国小的操场，但是成功国小的操场已经挖到遗构。那你认为周边有可能过去已经有盖房子？因为现在你现在的设计，我看你的那个规划书里面是从民族路原来停车场的这一端进去。那你认为过去上面有一个天后里的活动中心，顶面已经起过厝啊，所以你认为去顶面下骹一定是无遗构？我觉得这个观念你非常的冒险，因为整个热兰遮城有可能它是散布在其他的地方。把你溜落去了后，当然你讲成功国小，因为它的北栋校舍跟东栋校舍。都是有校舍，表示他以前动土过，可是过去的文资观念没有这么清楚，有可能一挖下去，一动作没看，继续挖，每地都起厝尔。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个叫做再造历史现场这样子的概念，文化部一直在推再造历史现场。万一你挖下去了，发现了遗构，你要停工；万一你挖下去了，发现了一些的状况。那你整个的期程全部都要往后延，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你们内部在横向的去沟通。如果说挖下去真的是有发现遗构，你必须把工期延宕的时候，我们请唐碧儿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陈局长，近前哈，我们成功国中这个。消息哈传得沸沸扬扬，还有消息说我们成功国中之后会由南科大来接手，要变国际学校，所以所有的家长都人心惶惶，那担心自己的孩子的受教权会受到影响，对吗？我就想要请问你，我们成功国中在未来敢会变成私立的国际学校？跟议员报告吼，咱目前是无这个规划啦吼，因为咱106学年度继续嘛有招生嘛吼，表示讲伊即马国三毕业了后吼，伊嘛是后一学年度嘛是1、2、3年级拢有啦吼，嘿啊，所以呢，咱即马是希望讲学校会用发展伊的特色。因为这个教学这部分，如果伊能发展出伊家己的特色的话呢，伊会用吸引到伊学区内的囡仔来读啊。吼，啊，希望伊就是讲伊这个学校的存在的价值性，吼，会用甲凸显出来安尼。因为本身吼，在恁的专案报告中吼，看不到有关这个成功国中不会变成私立国际学校的这个明确的一个答案的。吼，那你们的报告里面只有说。这个教育局会持续的关注嘛，哈，那期待我们成功国中能够营造哈具有特色来吸引学生嘛，哈，像葛定力说共哈，是，但是这种是非常笼统的一个答案哦，所以葛定我知道现在少子化，那每个学校招生都困难，不只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是，但是现在。在就读的孩子们的受教权吼，也是爱国啦。所以温秀喜你讲吼，咱受教权是应该是列为第一优先啦。啊，如果说撑不下去的吼，也应该朝向这个并校，或是由我们市政府所研拟转型的这个计划，然后不应该让我们这个公立变私立，然后交给。把这个学校交给那个财团，来经营的。是，我可以充分了解唐议员的这个意见呐，哈。那我想如果说不管是学校未来的发展哈，或者是说如果今天有其他的这个用途，那一切都要依法好来处理，这样子，我们也不会贸然的或是擅作主张。是，
所以局长，虽然咱今仔日吼是讲到咱的永福国小、进学国小、甲成功国小这个成功国中的一个整并的专案报告了哈，本身吼除了问这以外吼，我要问你吼，咱昨咱教育局有去补习班去稽查嘛哈？对，我有去现场去迄个稽核，但是吼四间去四间都吃了闭门羹。我跟九零一寒的事件啦，现在咱社会上界重视的重大事件，到咱所有的家长上界烦恼，所以咱即马在补习班，伫咱教育局立案的有几间？咱即马目前吼，就是大台南市拢总有1536间。1536间嘛，是所以你看，咱刚去稽查四间，就吃了闭门羹了。我希望说，我们的公权力要能够落实，是对不对？是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哦，就是说昨天呢，我们是就是临时性的哈去稽查，因为我们现在呢因应这个事件，我们做了一个防狼的这个稽查专案哈，那联合社会局哈一起过去。那其实我们每年哈都有做例行性的这个稽查工作，但是我们现在为了这个现在发生的这个事件，我们另外再组一个专案小组哈。那昨天我们要求就是所有的这个补习业者，他们都应该要拿出在他们那边受教的教职员他们的这个名册，然后呢以及呢他的这个学历证明。那当然其实补习班他在立案的时候，他的这个就是申请立案的人跟他的教职员都必须要去警察局申请所谓的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良民证这样的资料。那我们昨天也有要求，就是说希望呢这个补习班可以提供这些证明。那部分的这个资料他们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要求他一周内必须要把资料呢用公函的方式呢送到教育局来。好，那我希望说我们教育局对这件事情要重视，是而且要积极，要彻底的来稽查为了防范下一个受害者 再出现因为现在所有的家长人心惶惶，大家怕啦，怕的孩子，你看多少学生在补习啦，是。所以虽然说我们台南地检署已经踏至案在侦查了但是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地检署的检察长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8条，这个检察官因告诉或是说告发自首或其他事情患有犯罪的嫌疑者，应即开始侦查所以这个刑事诉讼法第228条有很明确的规定，而且这个狼师他跟白狼的关系又这么的密切，所以我在这边呼吁我们地检署的检察长不但要传唤不到的话还要通缉，而且还要启动防逃的机制，因为以他跟白狼的关系这么要好的话，要逃出去非常的简单啊，有很多的管道但是我相信已经造出来了，因为这多天了都没出现了，所以我相信是已经造出来了。因为这个部分可能警调单位他们 有在了解，对，因为我在5月2号的时候警察局来业务报告的时候，我就跟警察局黄局长讲请他要主动积极的来彻查这件事情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件事情所延伸出来的越来越多，而且所有的家长包括林涵的父亲已经脸书已经贴 三遍了所以表示说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而且 非常的普遍，我们补习班有这么多不知道有多少的狼师利用他老师的职权，不管是说诱奸也好，不管是说性侵也好，或是说虐待也好，这在我们这些
这些学生里面在 心里留下永远的阴影，所以导致林依涵会轻生。我相信局长，我们将心比心，是每一位做每一位父母亲的，我看特别在看那个林依涵生前做采访的，我看了三次，真的是我能够感受到，是每看一次就心情非常的沉重。是，跟议员报告，就是说除了补习班的这个稽查之外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加强，就是在校园内啊，哈，针对我们的学生呢，加强所谓的人身自主权跟人身安全这方面的这个教学工作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孩子哈都应该要从保护自己开始这样哈。那另外呢，也就是呢，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家长啊，就是关于孩子他的这个言行哈，或者说他情绪上如果有比较特殊的情形的话，也要适时的这个关心哈，让小孩子能够，就是说让他觉得老师跟爸爸妈妈都是他好可以这个支持他的一个力量这样子。嘿，那我们也会加强在心理諮商方面的工作。对，当然就是说除了家长之外，然后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要哈，也要关心呐，也要重视啊。是，当发现说哎，我这个学生有异常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要去关心，去询问，去安慰，问他这个学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除了说家长哦要重视之外，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要重视跟关心。是，我们不希望说还继续有下一位房思琪受害。当然，哦，我相信局长。站在你身为局长、教育局长，你也不希望，是，对不对？是，我们会努力来做得更好，这样不要再让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痛不欲生。邱丽丽议员发言完，我们休息十分钟，请邱丽丽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那个文化局叶局长。程序刚刚的发言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停车场的新建工程里面，包含在你整个次环文化园区，那你最后这250席的停车格位，到时候是释出给民间去经营，还是只有给观光客用呢？会不会有月票的问题呢？这一些你也一定要去想啊，你才250席。250席的停车位，你光是有时候你必须蹲青木林啊，那附近都是旧城区，就所谓我们的旧城区里面很多的巷弄都是非常的狭小，那家庭本来他们的停车空间就不够了，所以你又要四处蹲青木林，那平常一到五如果没有游客的时候，可能就是空空荡荡的，你又希望又有月票的这一些的停车来承载你平常稀释你的分摊你的成本，那你到假期的时候，你把这些稀释分摊成本的车位扣掉，你所剩无几呀、啊。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一次在遴选两个这个所谓的地下公共地区的所谓的地下停车场，你们要算的这个机会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永湖国小必须要去承载他在施工的时候他浅顿，因为当然他不可能明挖啊，他都是校地，他怎么明挖？他一定要浅顿。我一直讲他在地下挖，难道在上面上课的孩子没感觉吗？怎么会没感觉？不可能嘛。那你的工期又是多少？那也是要改善旧城区观光地区的交通动线，那你赤崁文化园区一样要改善旧城区的交通停车问题，那你觉得你这样的工期，你要跟局长还有把成功国小全部都要再讲一遍，也许2年6个月是没有办法，从动工起跳的话，我觉得是很困难，因为第一你遇到移购你必须要停工，你要去算那个停工的时间，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希望这一点你要再审慎的去评估啦，不要讲得太满。好，那第二点就是说，
因为成功国小它现在在改建的校舍是北栋这边跟东栋嘛，那东栋会面临到的就是非常严酷的东照跟西晒。那你在规划的时候有没有帮这些孩子想到未来他们这个东西向的校舍本来就是会比较炎热，而且呢它临近又没有比较高大的这个所谓的建筑物可以帮他们阻隔这个光线，那你在这个西部计划的这个材料上面有没有特别的去注意？谢谢议员了哈。针对停车场的那个效益评估或是未来的使用，我想这个部分刚刚你指教的部分我们绝对会纳入考量。另外第二个部分有关工期这个部分，两年六个月，如果就教育局再盖一所学校，其实两年六个月时间已经是拉长的，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也有遵照像议员刚刚的想法稍微时间有稍微了解。另外有关移购那个部分之前已经调查过，但是调查过就承认你讲调查过也不代表百分之百，而是一定没了。是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针对我们之前的调查研究这部分会再审慎，会再审慎，所以让它的供给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变化。那我也希望你在进行赤坎哇园区的不管说是地下室的工程，地下停车场的工程，或者是成功国小的工程，如果又有余购的话，一定要请营造厂要报请停工。当然，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是是。今天一个私人的建设公司到水交社，他要去营建的时候，他挖到了所谓的余购，我们也是立即替他停工啊。那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公部门在做工程的时候，我们就跳过了这一段啊。是。是，还有就是。成功国小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它的细部计划我希望你能够细算，因为这个遴选出来的工程师他的建筑师他并没有盖学校的经验，我问过了，那所以他不知道学生的需求，他到底学校是未来要把高年级生放在北栋还是东栋，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清楚，我不晓得他的配置，所以局长你也要注意这个配置下来的话，包括它未来的动线，包括它未来操场要释出是一个赤坎楼的后花园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说非常高兴文化局因为有这一个文化园区的一个预算，所以我们成功国小哇天当掉下来的礼物，我们接受了一栋新的校舍，可是我们没有去关心到孩子在受教的时候他可能的动线。水是水啦，无一定好用啦。您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规划了未来要跟一级古迹做一个界面跟这个通透性的景观，可是也要去注意到孩子是不是因为弄东照或西晒，唔通你做甲水水，家长会阁开一大钱去做窗帘，规拢啊杂杂起来，安尼就无彩钱啊啦。是是是。好，那局长你请坐。局长，这我特别注意。哦，那我们在审系社的时候，也邀请教育局，也邀请学校校长、总务老师，哈、哦，大概这会来讨论，啊、哦，私底下也会有一些工作，对工作局长讨论，这样就对了。您要看他东栋、北栋到底是安置高年级生还是低年级生，那由他们老师说，学生他上课可能会面临的一些什么状况。在东照的时候可能会怎样，在西晒的时候可能会怎样，那你才有办法细部计划的去解决它这种问题呀、啊。是是。或者是噪音的问题呀、啊。这部分我们会尊重使用单位学校他们的专业。因为你不要把成功国小真的当作你古迹的一部分，不是变成古迹是典藏馆，你成功国小是现代馆啊，不要有那个概念啊。这个我会注意，因为过去我也盖过学校，所以这个部分我会特别注意。好，谢谢局长，你请坐。谢谢。那个交通局林局长，我请你，请你把永福国小这200席2亿要花2亿，那你工期多久？我们大概预估在1年半左右就可以。一年半的时间，你要把会影响到永福国小的这一些，包括你的施工动线，你都要讲清楚。是。还有你这200席，我刚刚讲的，你的边际效应到底是多少？因为我认为永福国小的师生他影响的机会成本太大了，他花了那么多的噪音时间1年半，然后只换来你一座操场，他得到什么？你们有没有去想过
你怎么样去辅助永福国小？它现在是一个绿建筑，然后永福国小它面临的是一个它原来一个绿建筑一个魔法学校概念的绿色屋顶，它到现在学校没有办法养护。我就说你们公部门在做事情啊，都是只想得奖。当初公告告喝听，永福国小是第二个魔法学校，花了大钱盖了绿屋顶，然后呢，现在绿屋顶没有办法维护，因为不知道种草了下去会不会渗水，渗水了以后会不会影响小孩子在下面上课？我觉得你要 一座操场，这实在是这个机会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它牺牲太大了。再者，你必须把永福国小校地释出之后，提供了200席的停车空间，它到底月票的你必须敦亲睦邻有几席，造成假日机那个所谓的流动停车的，你可以小掏瓦贼，然后你平常一到五空荡荡的蚊子停车场，像海岸路停车场一样，你要怎么去处理？赤坎文化园区的地下250席的停车空间，你一样要去细算，你周假日的停车周转率，你可以解决多少？你的月票要去支撑它成的那个停车场这个经营成本的，你可以释出多少？你比例要算出来啊！你比例要算出来，你袂使讲，因为永福的算算的哦，伊空间有偌大。啊，迄、那个成功，迄个整个赤坎文化区算算的是偌大？拜托诶，你是交通运输局呢，你是解决交通的呢，你怎么会是变成学校跟文化局释出多少地，然后你才去算可以多少席？你没有告诉我们，你可以解决多少交通问题呀、啊？那你是这样，你是这边的就对了，边大家哦，靠遐好的代志。你若算不出来，我反对你行建。了解了，谢谢议员，这部分我们会来那个详细评估。我们在座还有议员要发言吗？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局处首长、新闻媒体先生、女士及本会同仁。上午议程到此结束，下午1:30进行台南大学七股校区开发设校进度专案报告。谢谢各位，散会。